个社会是两套规则。第一套规则是公平、正义、礼仪、道德、仁义礼智信、温良恭俭让。第一套规则讲的都是光溜溜的，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，人品高洁的。但是第一套规则是假的，真正让这个社会运行的是第二套规则，叫利益。在利益面前，第一套规则不管说的多么的光面堂皇，所有的仁义礼智信，所有的温良恭俭让，所有的阳光正义公平公开，所有的东西只要遇到利益这两个字，立刻分崩瓦解，立刻灰飞烟灭，原形毕露。正常的血缘关系排在第一，裙带关系排到第二，普通的社交关系排到第三，利益排在第四。这是你平时听的第一套规则这样给你讲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只要巨大的利益一站起来，所有的一切全部都靠边站。亲兄弟会为了争遗产闹得老死不相往来，武则天为了当皇帝会掐死自己的女儿，搞死自己的儿子。所谓的讲的嘴巴上好听的道理，在真正的利益面前立刻都会原形毕露。但是这个社会的真相是，80%的普通人他们会对第一套规则信以为真。